卖美贼 Price Michelle 最终被裁定罪行成立。4月26日，在美国联邦法院进行了为期3周的审判后，说唱歌手 Price Michelle 因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引发的大规模刑事腐败案，被判定有10项罪名，包括竞选资金违规、洗钱、非法游说、篡改证言和向银行撒谎。审判期间展开的铺天盖地的叙述令人眼花缭乱，涉及8位数和9位数的非法现金、错综复杂的阴谋、竞选资金违规和非法游说，以及娱乐界和政界令人眼花缭乱的角色阵容，从一线明星到无名小卒。此案中审判的另一个重点是缺席的共同被告——中共高官孟建柱的私生子 Jolo 刘特佐。调查人员认为，他目前藏在中共国。起诉书认为，从21世纪初开始，刘特佐就策划了从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盗窃45亿美元的行动。